堂堂大日本皇军跟一帮胡匪作战已经很荒唐了，把我叫去参战更是莫名其妙。我的任务是在民间搜集情报，这种作战对我有何意义？这倒是南诏云之科长的意思，他认为你作为帝国军人从来没有参与过作战，这与你帝国军人的身份很不相符。虽然这一次只是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但毕竟是真枪实弹的战斗，你亲临感受一下，对你今后的发展很有必要。狙击手来了吗？来了，已经就位。无锡宪兵队还有狙击手吗？本来是没有的，为了太阳黑子计划，南诏云之科长专门调配过来的。九七式狙击步枪，三八式标准步枪的改装型，2.5倍瞄准镜，口径6.5毫米，可装弹5发，子弹初速度765米每秒，最大射程3700米，精确射程600米，最佳射程300米。真没想到，这种多用于太平洋战争的狙击步枪，竟然能在无锡看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自从在暗杀西村叔叔的现场发现这枚弹壳，我始终无法理解，这枚弹壳怎么会来自口径6.5毫米的九七狙击步枪？万没想到，今天竟然在自己的宪兵队里看见九七狙击枪和狙击手，而这两枚口径一致的弹壳，无疑都是九七狙击枪的专用子弹。这说明什么呢？白田原田说。狙击手和狙击枪是云子姐姐专门从上海调配来无锡的，这中间又会有什么联系呢？郭二娘，郭二娘，郭二娘，您看看，您的早餐来了。这是您最爱吃的西山镇的青团子和咸豆浆。哟，小屁蛋还蛮孝顺的嘛，几点起床去西山呢？嗨，我呀，昨天日落西山的时候啊，就去西山了。要不怎么呢，搞得这么好的青团子和咸豆浆啊？哎，独榜猪油渣了没有？那是最勾人胃口的。嗨。这个还用您操心呢，我给您多加了3分猪肉渣，您闻闻，香着呢。嗯，二奶奶我就爱吃猪肉渣。来来来，坐下一起吃。哎，二奶奶，昨天下午你派兄弟出去了吗？昨天下午派了。啊？您肯定？这有什么肯不肯定的？昨天下午一对小鬼子的商船路过三山岛。你没在家，我就派胡老四他们直接过去拦截了。哎，怎么没见他们回来啊？哎呀，坏了坏了，他们回不来了。你说什么？哎呀，二奶奶，您快看看这个，啊，您看看，您看看，这狗日的小日本，这太湖三山岛水道原本就是我们顾老板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地盘，可现在成小鬼子抢我四手横行霸道的地方。按照江湖规矩，他们走我们的水路应该付我们水道费才对，可是他们不但不付钱，我们船靠近他们，他们还开枪，这都日本人犯下了滔天大罪。二奶奶，您就下命令吧。二奶奶下命吧，集合队伍，这是小鬼子，开了。啊，那当然了。
矩啊，大男子主义规矩吧？不不不，女人嘛，享受男人的恭维和殷勤，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一种文明，跟大男子主义没有关系。可是，你已经献过殷勤了呀，我也接受了你的恭维，所以我决定请你来吃饭。两个理由，一呢是为了答谢你那天请我吃太湖陈菜，二呢。宝殿，我依然心里很高兴，说明你心里有我，认为我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这是一种信任。还有什么东西比信任更可贵的呢？走，为了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先请你吃饭，再为你帮忙。这，你也不问问我求你什么事情，你能办不能办呢？哎，别说求，说求咱就远了。什么事情到了饭桌上，你再详细跟我说。你还能有什么大的事情？再说了，在无锡地面上还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情呢。那好吧，不过我们能不能去师傅的茶楼吃饭啊？我出来的时候都跟他订好了，本来是我要请你的嘛。可以啊，就去师傅那儿。梅竹啊，你要前天来就好了。前天啊，原田队长带着宪兵队几个部下和黄司令来这儿吃饭，说是庆祝打死了一帮胡匪，还说起你呢。哦，是吗？说我什么了？说好久没见你了，问我看见你没有，说想请你喝酒，谈一笔丝绸上的大生意，帮你赚钱。哦。最近我生意上事情比较多，没时间跟他聚，再说吧。师傅，你看您亲自给我们端菜倒茶的，我们真是有点受之不起啊。你是我的顾客，我为顾客端菜不必拘礼。而且你这是第一次来我的酒楼吃饭，作为师傅热情招待是应该的。而且我也知道你啊是特意来捧我的生意的。没有，他本来说要请我去吃淮扬菜，是我把他拉过来的。你，我又受了嘴了。哎呦，今天怎么了？你这个死小娘鱼，说话从来不懂得绕弯子，得罪梅竹了吧？一会儿啊，自罚三杯。没有，师傅，我早就习惯他了。他今天呢，已经是第二次说错话了。喂，你还跟人家装呢？梅竹啊，娜娜可是个小姑娘，说话有时候瞎七搭八的，你可别怪她。怎么会呢，师傅？我就喜欢她这样瞎七搭八的，透明，交往起来啊不累。嗯，有眼光。好了好了，你们边吃边聊吧，我还有生意，就不打搅了。要不师傅再喝一杯？这大白天的，你缺量啊？要不哪天你专门请我，我再陪你们喝几杯啊。好。先生小姐，欢迎欢迎。哎，
那边坐吧，靠窗，安静。两位稍等，我去端茶拿菜谱。好了，你现在可以跟我说说要我帮什么忙了。小娘舅啊，让我问一问，能不能帮他弄到一张什么图？图？什么图？设计图？不是啊，他哪懂什么设计啊？我想想啊。哦，我知道了，地图吧。不是，地图我还不知道呀，是什么布，布什么的。布？什么布啊？哦，还是设计图啊。做衣服要用布，那服装设计图吗？不对，叫布，对，叫布防图，有这种图的吧？这个忙，哎，你也真是的，没必要跟小娘舅说起我嘛。你以为我愿意说起你啊？可我在外面交了什么朋友，小娘舅都要过问的呀。那我只能说实话了。万一我交了坏人怎么办？我是坏人啊？我不知道，像审犯人一样的问人家这个问人家那个，我都忍你半天了。你就说，到底帮不帮人家这个忙嘛？嗯，还挺清楚的嘛。是吧？嗯。啊，清楚就好，清楚就好。看娜娜这个样子，不像在撒谎。而且她既然敢跟我要布防图，说明她的确不知其中的危险，更不知道我的身份，不然打死她也不敢跟我要，否则不合乎逻辑。但他的小娘舅不应该呀，他应该知道要这东西。可是，师姐，你知道吗？我说了，你可别害怕呀。要这种图，可是要杀头的。什么？这图
你图怎么了？哦，你不要紧张。你想研究是干什么的，你能告诉我吗？谢天谢地，终于问这个问题了。等我回答了这个问题，美竹应该会消除很多疑问了。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吗？一定。他托我办事情，我起码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那你答应帮他弄这个图了？这我可不敢答应。我已经说了，要这种图是要杀头的，我又没有这种东西。你如果要我去帮你小娘舅去弄这张图，那不是要杀我的头吗？这个图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么吓人，还要杀头？可是我小娘舅跟我说啊。 他不会让你白干的。其实，他也是个生意人，很有钱的。头都没了，要钱还有什么用？这样吧，你告诉我，你小娘舅是干什么的？我可以帮他出出别的主意，不一定非要那张要人命的布篷图，不是吗？ 我小娘舅啊，她对我特别好，我父母不在我身边，一直都是她在照顾我。我也想报答她，所以就想帮帮她这个忙。这件事情啊，我就告诉你一个人，你千万不能告诉师傅啊，知道吗？好，你说，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好吧，其实我小娘舅干的营生啊，不是很光彩。 你不许笑话我啊！不光彩，干嘛的呀？他是走私贩卖烟土。 跟小娘舅说，让她死心。只是啊，我难得想帮她一个忙，实在也是无能为力了。哎，好了，不提这件事情了。哎，我今天戴这顶帽子，怎么样？好看吗？好看。师姐，哪儿的好看？我再照一下。
们今天可以收工了。嗯。走吧。走。多吃点。谢谢。儿子，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你可别让我失望啊。我肯定亲自下厨，包你满意，放心吧。关键是啊，我想给小鱼一个突然的，这样才有惊喜感呢，你说对吧？荣公子啊，我真为小鱼感到高兴，我简直是羡慕死他了。现在像你这样的好男人，基本上都已经死光了。鸽子，夸人可不能这么夸呀。什么叫基本上已经死光了？哦，对对对，口误口误啊。不能说基本上死光了，应该说全都死光了才对。哦，不对，这好像更不对了。那全都死光了，你是谁呀？还是应该说基本上死光了，这样比较客观，对吧？嗯，好吧，好吧，基本上死光了，只要把我留下就行。对嘛，这是你懂的，不解释。好，不解释。那晚上6点等你们啊。好啊，嗯。我觉得莎莉娜今天跟这个韩梅如见面还是有收获的。我们虽然没听清你们在聊些什么，但是我和指导员还是认为有一定价值的。我觉得韩先生说的都是实话。你就这么肯定？他从来没有骗过我。傻丫头，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用骗，你已经成了他的感情俘虏。哎，你别看不起我啊，我的警惕性还是蛮高的。娜娜，我想问你一句话，你认为韩为主最让你相信的是哪一句话？除了日军特许通行的船只以外，太湖里的船永远别想出去，长江里的船也别想进太湖，因为太湖是一个内陆湖，所有连通太湖的水道都在日军的严密管控之下，兵力布防图上根本不存在没有日军哨卡据点的河道。你想想，这图对你小娘舅还有什么实际意义？是不是废纸一张？我觉得韩梅竹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忽略了，不是犯下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忘记了太湖是个内陆湖，这船队进来以后就如同鱼饵进了鱼盆，人家呀想什么时候捞鱼想怎么捞鱼，那都由不得我们了。这个错误让我们这一屋子在太湖流域长大的人来说，那简直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你们想啊，啊，这船队要想到达苏北，必须要出太湖经运河入长江北上，可是眼下呢，这小鬼子已经封锁了从太湖进入长江的水域和河道，你说我们还怎么玩呢？我还是觉得这种火力侦察是把双刃剑，有暴露自己的危险存在。啊，我觉得娜娜同志今天的这个任务执行的还是不错的，值得表扬。就刚才娜娜所言，这个韩梅竹对日军的部署似乎一清二楚，一个普通的商人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呢？值得怀疑。你是说他在骗我？是的，他也许是在为自己编织一套谎言来搪塞你。一，他根本搞不到，我根本就不敢去搞这个图，让你放弃这个念头。二，他怀疑你另有目的，怀疑你跟抗日组织有关系。三，也许他在与日军的交往中知道过某些情况，听说过某些情况，但是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现在拿出来说是，你说可信度能有多少？就算是他骗我，那也是出于好意嘛。我不否认他对你没有恶意，但也不否认他对你开始产生了怀疑。好了好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莎莉娜已经向韩梅竹提出了索要兵力布防图，他怀疑也好搪塞也罢，这件事情是不可能重新再来了，因此我想说风险和机遇并存着，
这图肯定是搞不到了。而我们现在最想要得到的，也是我最想确认的，那就是韩梅竹所说的这个情况究竟是否存在。如果所有的水道都已经被小鬼子给封锁了，那么韩梅竹所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还有一条或者几条水道可以通行？如果这些问题我们不搞清楚，那么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将无法实施。毕竟这是四条重载的军需物资船，这水路是唯一的出路。我看事不宜迟，不能再等了。我们现在就对几条没有日伪军设卡的水道进行实地侦查，摸清情况。如果可以通行，咱们晚上就偷偷的把船开过去。不行，这简直就是盲人骑瞎马，是一次更大的冒险。那你说怎么办？难道你相信韩梅竹的话吗？我不相信他的话，但我相信他说的这种可能。啊，大家都不用着急，再急咱们也不能冒险，我们现在啊那是输不起啊。韩先生不像是说假话的人，他为什么骗我？为什么还在这纠结这事儿呢？你去哪儿啊？认识这韩梅竹才几天啊，怎么弄得跟真事儿似的？好了好了，让他去吧。现在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韩梅竹所说的话我们不可能全信，但是也不可能不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是这个理。莎莉娜她感到委屈也是可以理解的，她认为韩梅竹所说的话都是实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我不理解你说的这种道理。那好，那么我们现在假定这个韩梅竹是敌人，是汉奸。他要是怀疑莎莉娜是新四军，要想置我们于死地，你们认为他应该怎么办？那他就会说，其中有一条水道，那是没有鬼子设防的，是可以畅通无阻的，是可以保证你们安全的。恰恰等到我们这几条船，或者是莎莉娜所说的运送烟土的船只到达这儿以后，他们就此设防，一网打尽，这符合常理吧？嗯，应该是这样。但是韩梅竹恰恰没这么做啊。这才是最关键。喂，哪一位？哦，是花老师啊。梅竹啊，你是我学生，我就不跟你客套了。花老师，您亲自给我打电话，我都有点受之不起了。您说吧，学生洗耳恭听。前两天你和莎莉娜不是挺好的吗？
是想气气他。你呀，老奶奶，全部弄清楚了。日本就是昨天晚上登的岛，营地就设在下面湖边的山坳里，有一个班到两个班的士兵把守着，帐篷里好像是物资、军火、弹药什么的。二奶奶，我们要发了，待会儿冲上去，谁也不能含糊，给我一个不留的全部杀光。回去后，一人30块大洋。二奶奶，请好吧，弟兄们，给我杀！走。你俩在这打掩护，手榴弹。这是什么？是阿福。阿福？这是无锡的惠山泥人，我从小就喜欢他们。从小就喜欢？是啊，小的时候啊，我父母经常带我到无锡去玩。惠山脚下做泥人的有很多，我最喜欢的就是大阿福，听父母讲阿福的故事。阿福的故事？阿福还有故事？当地啊，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传说，在很早以前，惠山一带野兽出没，危害儿童。有一个叫沙孩儿的孩子，他勇斗猛兽，为民除害。大家为了纪念他，就用惠山的泥土捏造了一个勇敢的沙孩儿的形象。后来呢，又在上面画上了色彩，演变成一对男女。过年过节的时候啊，人们都会买上一对，喜庆吉祥，又能正邪降服。其实上次见韩先生的时候啊，我就把他带在身边，想送给韩先生了。可是我后来改变了主意，我不想给了，想扔到太湖里去。哎，不不不，我要我要，真是太可爱太有意思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你今天带过来就是送给我的对吧？其实也怪我，是我发愁，不知道怎么跟我家小娘舅说，我要说什么她才肯相信呢，一直都没有想好。索性啊，我这几天就不回家了，躲在外面不见她。哎呦，
这怎么行呢？都是亲戚，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能躲到哪一天啊？再说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你问他呗。那你说，究竟有多大的事儿？既然我们都把花老师给留下来了，我想就没有必要隐瞒花老师了。你说吧。这是那天娜娜突然跟我要一张日军的太湖兵力布防图，我当时吓了一跳，我真的是懵了，那可是军事机密，我哪里搞得到这种东西啊？是他跟我吹过牛，说认识日本宪兵队的司令官，还会说几句日本鬼子的话，所以我才信的，觉得韩先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物，能和韩先生这样的人交上朋友啊，我也觉得好骄傲好风光的。日军伪军通吃，所以我亲戚才托我办了件这事情，可是没想到这件事情还会这么的难。我以为多大的事啊，原来就是这件事啊。娜娜，这可是你的不对了，虽然我不懂打仗，但是我可知道这兵力部署图是机密文件啊，韩先生就是再有本事，跟军界的人再熟，也没有可能拿到这种东西啊。可是是你说你知道那个图上的内容呀。是这样的，在日军的宪兵司令部里的确有一张太湖的兵力部署图，我和宪兵司令官原田中佐也是好朋友，因生意上的事情也常到他那里走动走动，也有货物要走水路进进出出，但是我发现太湖周围所有的水道都有日伪军严守，任何船只没有宪兵司令的特许是绝不能通过的。真的？我的确是在宪兵司令部里亲眼看到的，日军的兵力部署十天半个月更换一次，我看到的就是最新的兵力部署图，一点没错。娜娜，你别往心里去了。好了，韩先生，你也就别再说了。黄老师，娜娜，这件事情只能在这里说说，而且只能我们三个人知道，千万千万不能传到外面去啊。莎莉娜，你这第二回合还是蛮精彩的啊。精彩有什么用啊，还不是没能解决问题。哎，那起码避免了很多问题的发生，是不是？还是值得庆贺一下的啊。扫帚应该请客才是。没问题，我现在就请客啊，我请你们喝茶啊，专门为你们弄来的好茶。娜娜，你那个什么不会就此开始了吧？什么什么呀？还装，就是你跟竹子先生那什么呀。哎呀，什么呀。来来来啊，都有了哈，来来来，你们俩也喝上啊，喝上好茶啊，咱们就各抒己见啊，有了好茶喝，你们就谈谈你们的想法。你应该说品茶，那就更好了啊。品？哎，那我倒要考考你，你现在品出是什么茶来了呢？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们啊，这可是我们家乡的好茶，虞山茶，那是当年进贡给皇上喝的，啊，你们今天有福了。指导员，我有一个想法，水路不行，我们可以改走陆路吗？嗯，你说下去。水路毕竟就那么几条，鬼子很容易实施全面的封锁，陆路就不同了，陆地上可选择的道路多，且四通八达，鬼子那点兵力就是全铺开了也不可能把道路全部封死，必然有盲区，我们刚好利用这些盲区伺机通过。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往哪儿通过，怎么通过，通过以后怎么往长江上走呢？
这些我还没有想好，我是怕你着急，先抛砖引玉吧。你抛的就是一块破砖，笑话，还走陆路，整整四船的武器弹药你用什么运？用你的小肩膀抬着通过鬼子的封锁区吗？这可不是在你家里安一个爆炸装置那么容易。你还有闲心想这些事情？多考虑考虑，等袁部长来了怎么跟他解释你那些疑点吧。切，我不太同意上官的意见。最大的问题是，就算陆路可以走，我们拿什么交通工具来运送这四船军火？马拉肩扛不现实吧。于慧，别不说话，我想听听你是什么想法。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能解决吴越南说的交通工具上的问题，我建议走许树关出无锡。从地理上讲，走许树关出无锡的优势我就不用跟大家多说了，因为大家都是无锡人。关键是把守许树关的部队是黄狼警备司令部的直属特务营。嗯，黄狼的直属特务营说明什么？黄狼手下有个副官姓陈，是这个特务营营长的堂房哥哥。这个陈副官呢的父亲身体一直不大好，曾请我父亲过去给他看过几次。哎，你还记不记得上次？于小姐，我父亲今年七十了，身体一直不太好，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请于老先生抽空给他帮帮脉。你有印象吗？就是这个陈副官，他对我呀一直感激不尽呢。嗯，有印象有印象，就是咱们上回去西江码头侦察电台船那次吧。上次我们去黄狼警备司令部体检，我发现这个陈副官对二姨太比对黄狼还要毕恭毕敬，言听计从。我又是二姨太的贴身保健医生，他拿我是既当神医又当挚友，无话不谈。嗯，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我的意思是，我身边有这些关系，看看我们以后能不能用得上。行，我现在明白你的这个意思啊，你说的这个意思那是非常有意思。哎呀，刚才还是没什么路可走啊，现在有点开窍了。这些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都可能止步于我们没有大型的运输工具走陆路来运送这四船军火。要知道，这是一个很现实但是也是很棘手的问题。但起码我们多了一个思路吧。上官关于走陆路的想法，我觉得还是有建设性的，起码起到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吧。谢谢。啊，罗子，你辛苦跑一趟，到店里边去搞点吃的来，大家随便在我这儿聊聊啊，集思广益，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点子和想法。今天咱们能不能去店里吃啊？没必要吧，店里边人太多，又耽误时间啊，去吧。哎，我想单独跟你说。什么？大家不要走在一起，分开走，免得引起他人注意。走吧。走啊。
怎么回事啊？现在正是夜市的时间，怎么？本店今晚停业，明天照常。什么情况？谁让停业的？你推门进去看看，不就明白了吗？和用心，谁比谁心里更有谁，谁自己心里清楚。在说什么呢？什么谁谁谁的？月娥姐姐今天说话一直都是怪怪的，听都听不懂。哎，好好，大家入席吧。别站着说话了，月娥，下面就看你的绝技了啊！放心吧，保证大家满。
老弟，把酒举起来，来，我们一起敬点寿星吧。来来来，祝你生日快乐。别叫我寿星，听起来像七老八十了似的。哎，小云，你再老都是我心里的一块头，真的，真的。来干，来干，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来来来，喝喝喝喝，啊，嗯，大哥，你们不是能喝吗？怎么又不喝了呢？行了，别喝了。嗯，你们干，你们干。放心，小云，你不用担心我，而且我告诉你，忠言逆耳，忠言逆耳。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你跟那个值。池北极，那小白脸不要再来往了，真的。不出一个月，你信不信，他一定会败下阵来。你就是我的，咱们俩是青梅，是竹马，我们是原配，哈哈哈哈，原配。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奶奶，少喝点。哎，对不起啊，王大哥，今天让你们看笑话了。不过，我不会的，不会跟他计较的。我怎么会跟自己的原配计较呢？如果计较了，那就不是两小无猜了吗？对不对？是，这样的有道理。哎，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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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哎，你听我聊一段，咱们再喝哈。我一会儿陪你喝。我也知道你今天呢是酒不醉人人自醉，是吧？这心里边呢既高兴，也有痛苦的地方。那这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是吧？但是我跟你说啊，老大哥跟你说一句，有些话咱真不该当着大家的面对小鱼说。小娘驴嘛，面皮子薄，啊，吃不消你的，知道吗？你说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我真的都有点后悔，不该硬拉着小鱼来过这个生日的。不不不，我们大家后悔了。不不不不不，王大哥绝对不后悔。嗯，我不后悔，我就是要当着他的面，当着他的所有的朋友的面，我要告诉他，我荣湘君才是他原配，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对吧？我告诉他，王大哥，您为人四海，
够仗义。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王大哥，您不是跑单帮做生意吗？对对，咱们今后一起做，有生意一起做，好不好？咱们就这么说定了。不，你这么大的老板，能跟我做什么生意啊？行了行了，少喝点啊！你说的话明天就忘了。好了，住哪儿？送你回去啊！不早了。王大哥，您给我打哈哈。我这人说话不开玩笑，我很认真的。我跟您做生意，咱们就做生意。您不是跑单班吗？对啊。然后明天起，我就告诉商会给您下单子，我让您跑，我跑到您跑不动为止，您信不信？明天我就来。老弟，老弟，哎呀，你还真让我跑不动，你自己都动不了。没事。怎么办呢？也不知道他住在哪儿。住哪儿都别送回去了，老王，就送你那儿住一宿，等明天酒醒了再说吧。嗯，就我那单人床，你这，那楼上还一个呢。兄弟，多情总被无情恼，男儿一醉。为红颜，荣公子还是挺让人敬佩的。你行了行了，你就别伤春悲秋了啊！行了行了行了，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两小无猜情若在，才是人间好时节。行了行了行了，坐好了。完了，我你我这又醉了一个。我只是触景生情罢了。好了，坐好了坐好了啊。就是了，咱们要不要敲门进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人啊？非但不能敲门进去，连脚步都不能停下来，防止周边有敌人的耳目。走马观花能看出什么名堂来？无非一带普通的院门而已。要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那我们就到对面的店家里和老板聊聊天。要真有荣将军所说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兴许老板能知道点什么情况。好吧，好了，咱们去喝杯咖啡吧。从木都回来，你这一路上都不说话，你不憋得慌？哎呀，我是都快憋死了。其实你想想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小鬼子和伪军哪天不抓人不封门不抄家呀？我们今天所见也只是他们一次的行为而已。你想想，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所以我劝你就不要想太多了。可是那个大门上那两张封条，说明鬼子在东大街十号的确抓过人，这证明荣香君说的是实话。一旦他的话有了可信度，我就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吴四传改水路为陆路秘密专营，经许树官出城，望速派精干兵力十余人前往太湖护卫军火专营。探父栀子花。发了，等着回电。眼下这个形势真是不等人啊，水路绝对是行不通了，目前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陆路。可是要想走陆路的话，你说这没有大型的运输工具怎么走？之所以把这个荣公子给拉进来，就是因为他有几台5吨重的大卡车，还有他跟小鬼子的杀父之仇。当然我也知道你们几个认为我这么做有些冒险，我呢也能够理解。可是你们知道吗，我的这个冒险那不是盲目的。我要是不是知道这个龙公子跟小鬼子有着如此的深仇大恨，你说这步棋我也不想走啊。我完全同意指导员走龙公子这步棋。其实除了这一点，我还觉得，哎，现在是特遣组开会，你不能拦着我。我说龙公子跟你没关系，是不是？现在我可以放心说话了。其实龙公子除了跟日本人有深仇大恨之外，还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信任的。我从小跟他一起玩大的，我特别了解他。他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重感情，那到现在还死盯着我们的吴组长呢。所以光看这一点就基本上可以说明天底下男人基本上都说死光了也不合适。哎，扫帚，上次你怎么说来着？毛手毛脚的。其实我知道凤毛麟角，对不对？这样的男人，这么一个大老板啊，说句实话，女人，漂亮女人，她是想要多少有多少的，对不对？啊，她随便找一个二奶、三奶、十几奶的，那都是毛毛。行了，行了，行了，都说跑题了。还有，我告诉你啊，你也是女性，别总说话歧视女性。可是呢，她还是一直从国外追到了国内来找我们的吴组长，这种花痴是很少见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人可靠。完了，奇怪嘞，哥，荣公子和鬼子怎么会有杀父之仇的啦？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今天想说句实在话啊，咱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谁都没有荣公子更恨鬼子。说明这四川军火来历了吧？帮助抗日武装运送军火，打鬼子。下午我跟月娥往无锡老家打了一个电话，老夫人几乎是哭着跟我说了湘军父亲被害的事情。
从他们家对我的养育之恩来讲，湘君的家仇也是我的家仇，杀父之仇。还有我也是。是啊，每个人都有仇。好啊，那我们一切准备基本上就绪了。对了，于慧，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很顺利，而且过许叔官司重要的东西马上就要搞到手了。你说的是通行证？没错。这件事情说起来其实挺有戏剧性的。黄狼这个人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从今往后可以重新认识他。那你说给我们听听。哎，好好。哎，石老板，你看每次都给你添麻烦，心中不安呢，这个。哎，你说我严重了啊？倒是小弟应该感谢你和龙公子时常关照我的生意，还不许我给你们打折。哎，这明摆着是挑我发财啊！啊，你看看，就是那个人，他就是赤尾金，能看清吗？看到了，眉清目秀，气质儒雅，过眼不忘。不忘就好。你说，慢走。好。慢走，李叔。都看清楚了，李金泰。啊，看清楚了，刚才还得多谢林叔的配合呢。是这样，我听我的同学介绍您了，说您是上海滩上私人侦探界的佼佼者，能把您请来也是我的荣幸了。好，过奖了。您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一定会竭尽全力配合你的。但我只有一个要求，搜集所有关于赤尾吉做汉奸的证据。期限呢？你看50天可以吗？没问题，或者还能更短。哦，那太好了。吕侦探，有件事情我必须开诚布公地告诉你。您说。您的前任韩侦探已经被死。喂，洪经理吗？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可以。啊，好，那就这么定了。刚跟洪经理通过电话，他都安排好了，明天就搬家。明天就搬？这么快？可惜了这么好的地段了。没办法呀，这让我们眼下跟赤北极门对门，隔街相望。
这过去是方便，眼下就可能是危险了。我担心韩侦探遇刺之前可能会跟赤北吉说过我们，如果是那样，那我们真就被动甚至危险了。你的担心是对的，荣公子，不过根据我这些天的观察还有刚才对他旁敲侧击来分析啊，韩侦探应该没跟他说起过我们，不然早出事了。有可能吧，不过你别忘了，小鱼和王德才前几天就跟我说要到咱们商会来拜访，你说我敢让他们来吗？这跟赤北吉哦那就办吧，不然全乱了。是啊，那就等商会乔迁之喜的典礼上啊，把他们在一起请过来。对了，荣公子，前几天你们谈的怎么样？那、谈得好啊，出乎意料的好。怎么讲？不怕你笑话，李叔，我原先的确是想有机会多接触小鱼，才让这王德才到我们商会来当这个运输部长。这样我想不但是一举双得，也许还是多得的事情。现在看来真是天意啊！我觉得王德才这人非同一般，你觉得他会不会是我们一直要找的那个北斗？哎呀，说好了咱们下午钱，你们也不给我放水。是不是我今天是不是最多了？真是说不清。这严部长什么意思啊？你认识何岩？是，算认识。栀子花小姐，你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能不能拜托你，本着团结的目的告诉我，不要太神秘了，好吗？你不知道的事情不意味着就神秘，而且要不是袁部长今天在电报当中提到了何岩，我依然不会让你知道我跟他认识。